今天我们继续学习惯用语。那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惯用语是唱反调。生活当中呢常常用儿化音来读，那唱反调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字的发音，这里面它发音是调，那它是多音字，还有一个发音是调，调节啊。比如说那个我们空调，这个空调今天太热了，把空调的温度调低一点吧，那个调节的意思。那注意这里面是调，调呢是音调的意思。那我们唱的这个歌，听的这个曲子，它有它的这个节奏，那它有它的这个音调啊，调子。那反呢是相反的意思，唱反调。就是本来是高音的调子，那唱的时候要唱成了低音的调子，所以是相反的。那它所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是提出相反的主张，采取相反的行动。也就是说，本来呢想法是这样的，往左的，那提出他呢A 的想法是往左的，那他呢提出的想法却是往右的，完全相反的。然后这个行动，他做的这个事，这个行动呢也是完全相反的，所以叫唱反调。那有句话说，我说往东啊，东面的东，东南西北的东，我说往东，他一定说往西，这个呢就是叫唱反调。那常用的形式呢是跟或者和某人谁谁谁唱反调。我说往东，他非说往西，那他跟我唱反调，提出跟我不一样的想法啊，做了跟我不一样的行动，叫唱反调。好，这是他的意思。那我们通过例句来看一下他的用法。那第一个，我说什么你都不同意，怎么老是和我唱反调啊？我说的所有的事情 ABCD， 你每一件事情所有的事情都不同意，那已经是在跟我唱反调了，对吧？那老是总是经常的意思啊，它是口语。你怎么老是和我唱反调呀？没有一件事情是跟我保持一致的想法的，没有一件事情是支持我的想法的啊，跟我完全相反的想法，所以唱反调。好，第二个，不要动不动就跟老板唱反调，对你升职没有好处。我们工作当中会有的时候经常听到老板说一些对工作的这个指导，但是其实呢我们真正做工作的人会知道，可能老板提的这个想法并不符合这个工作的这个真正的这个方法，就是适合你的工作，所以呢你会提出相反的意见，对吧？那这个时候就是跟老板唱反调了。那动不动呢表示的是经常发生，很容易发生。比如说他动不动就生气，他总是爱生气，他动不动就感冒啊，他经常感冒，这个词动不动。那告诉你了，不要动不动就跟老板唱反调啊，老板说什么你听吧，因为对你升职没有好处。好，第三个，A 和 B 那经常的我们能听到的一种对话哈。 A， 我们家孩子，你说他什么都不听，哎，气死我了啊。一般孩子长到慢慢有了自己的主意嘛，有了自己的想法的时候，可能大人说什么他就不听了，他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一些事情。那这个时候呢， B 说，别生气，这么大的孩子总是故意跟大人唱反调，他们用这种方式这种方法来表示自己已经长大了，有想法了，所以是一个孩子成长的必经的阶段。好，那今天的内容呢，唱反调，我们按照它字面的意思理解啊，唱相反调子的这个曲子啊，高音的那我要唱成低的，所以是跟别人提出相反的这样的主张的意思。
好，那今天的内容你明白了吗？